心灵洗发师最可怕的就是施法速度，如果不能比他们更快，全场都别想发出一个有效的攻击。我还不信了。啊！极星，心灵超击！什么？完了，这一波好像撞大了。李全。第二系的心灵系都对付不了，再加上天生天赋的火系，这小子这次是遇上对头了。猎拳，心灵束缚还在限制魔法，怎么办？啊，难道要对应？不行，输了也不能用这张底牌。啊，紫元召唤，极星狼。好了，快跑！九空，项链，哎，就差那么一点儿，哼，要不是这家伙天生双喜，这回合他就输了。凝神项链能帮我抵挡一次心灵冲击，只能抓住这次机会了。极星狼，绝对不惜一切代价缠住他，只能先拖着，等地母岩心机露出破绽就有机会了。出息吗？猎拳，九空。这种情况下你都不用魔具保护自己吗？你想看我的身材，我不能扫你兴啊。油嘴滑舌，再不用魔具的话，你就别想在一个月之内爬起来了。没有用的，心灵冲击。
凝神魔气。该我反击了。雷炎猎拳九宫。防守的能力了。你宁愿遭到烈焰的重创，也不使用凝神项链，就是在等待不让我有翻身的机会。不错，是我输了。这一场莫凡胜。哇塞，莫凡牛啊，真给咱们新生长脸。这个大魔头已经将两系都修炼到了第三个级别，真没有想到啊！现在的小鬼真是太猖狂了。东方烈，看来只有火榜排名首位的你，才能守住咱们老圣的荣誉了。这个幸运的家伙，真是吓死我了！轻点儿啊！丁雨绵给你的药剂还不错。可以将火患去除干净，你身上被烧的还挺严重的，还好你小子皮糙肉厚，换做别的法师估计早就疼得晕过去了。哦，谢谢白马老师。话说回来，你体内的暴躁因子好像比之前更强烈了，你去找过治愈系法师吗？看来是恶魔系在波动了，我得尽快解决。看了，放心吧，白眉老师。哦，对了，你能不能帮我那个没出息的召唤兽也治治？他也受伤了。我不是兽医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大魔头莫凡是内定选手，世界学府大赛他已经占了一个名额。啊？凭什么一个新生会被内定啊？哎，嘘，小声点儿。这事现在很敏感，你听到了吗？好好养伤，接下来也是一场硬仗啊。上头也真是的，派我们去找失踪两个月的勘测队，早干什么去了？不知队长他们那边有什么发现？我觉得就是情报组那些人又在大惊小怪。哎呀，你别老是抱怨个不停，我们是卫方，听从命令是天职。再说沙网河发生躁动之后，这里原本沉睡在地下的一些东西确实开始频繁苏醒，有好几个村子一夜之间神秘消失，这也是真的。喂，凡哥。展空老大，前阵子听说他提着一苍老脑袋回了博城，后来那我就不知道了，我现在也在执行任务当中，暂时就没有和老大联系。有消息我立刻告诉你啊。嗯，你也要注意安全啊。嘿，凡哥放心吧，全队就属我最能跑，其他人都挂了我也肯定没事。哎，那就先这样，替我向玲玲、星夏他们问好，挂了啊。啊，你干嘛？你刚才咒谁死呢？你这乌鸦嘴。哎呀，我就是打个比方，这趟任务应该不会这么凶险吧。滚头。
他人呢？全牺牲了。傻冤！